术窗口平台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明天明天来上车来往最末西三龙是你把与大家好。在节目之前，我们首先来介绍一封本市观众赵习生写来的信哈。嗯，他收看了名家名片赏析之后呢，信中说这个新年伊始，我们苏州电书厂开门红，全新推出了周六版的名家名片赏析节目，受到大家的欢迎，他觉得非常的精彩哈。嗯，这精彩之一呢，就是编导的节目内容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节目在重温评弹经典的同时呢，又结合对名片的解读和赏析，介绍了一位位评弹艺术家，讲述了他们的名片的艺术风格、流派特色、评弹知识，是生动活泼的鉴赏指导，使我们呢既目睹了名家的风采，同时呢又了解了名片的精髓，从中提高了鉴赏水平。那对初涉评弹的新观众来说，也可以从这评弹艺术的窗口当中感受到名家名片的魅力，所以由此来认识评弹，培养兴趣，走进评弹的殿堂。所以这档节目汇集了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观众，可见编导的这个匠心独具。嗯，我们非常感谢赵习生观众，谢谢您，谢谢你经常鼓励给我们啊。嗯，来信呢更加激发了我们这个的信心哈，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谢谢。好的，那么呢今次的这个一期目标当中呢，你是要介绍的是中国名家陈虎昌先生的周策，那是你的伴侣节目。我如是以为十八余活龙。嗯，曹汉章先生是评话界的一代名家啊，也是我们苏州评弹团的老团长了，苏州评弹学校的老校长，嗯，是德高望重，名望普普，特别在我们苏州的这个评弹观众当中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苏州电书厂在1996年拍摄的评弹专题《曹汉章和他的乐传》。岳飞的故事家喻户晓，苏州评话岳传在长期的流传中，不但惠人于历史知识，而且给人以启示，而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岳飞经过评话艺术塑造的岳飞，成了广大评弹观众心目中十分敬仰的民族英雄。评话岳传经过几代评话艺人的磨练，成为一部具有保留价值的艺术作品。曹汉昌，苏州人，是从周逸亮学说评话乐传闻名书坛。曹汉昌一生悉心于评弹事业，并将长篇评话乐传整理修改，其演出本于1986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曹汉昌先生为人正直，受人尊重，是苏州评弹界的奠基人之一。拍摄该专题时，曹汉昌先生时年86岁。84岁高寿的曹汉昌先生说了一辈子乐传，他的生命之水就像家门前那条小河一样不停地流淌着，可以说他将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评弹艺术事业，与乐传结下了不解之缘。曹汉昌早年拜评话前辈周逸亮为师学说乐传，他所说的乐传可以从原文投书一直说到岳雷拜师平定金兵，总共100多回书。曹汉昌的表演艺术继承了钟家一条枪的表演特色，他说书头齿清，中气足，口若泉河，人称一口干，特别注重说表说理，语言洁净，这些都是他的艺术特点。有两个人，这个两个人是师弟兄，一个叫余火龙，道别出身，一个是武山我弟，今天漂亮我龙门八十这样熬到余火龙底下的，这两个人当30的时候奔奔去，余火龙要想逼出那个劲来，广州我非对手。建国后，曹汉昌长期担任评弹团的领导，然而他还是忘不了上书坛演出乐传，在艺术道路上进行实践与探索。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先后两次有计划地将乐传演出本进行了整理。随着他思想水平的逐步提高，对文艺政策的深入理解，他为乐传内容的丰富与提高做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例如他加强了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刻画，丰满了人物形象。如在高冲挑滑车这回书中，一方面分析高冲之所以失利的原因，另一方面细致地描绘了高冲的思想，充分发挥了平话擅长心理描写这一功能，创造了一个骄傲的失败英雄的悲剧形象。思路清晰，声音呢洪亮，插口呢干扰，引经据地。但是对我作为一个老师来讲，教师来讲，那教育人生呢啊有所加剧，首先呢具体除了散乱的个人的女的以外呢，我觉得那个为人那个对书籍的职责的努力等等呢，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为人师辈的老师终身有这个榜样。真正呼吸听书开始呢，我依然很深的是上后上老师上个我肉里比个高冲跳我错。曹汉昌的学生有陈景生、李洪生、周明华、周天来等。这个人啊很正高，像你私底下跟我比一个激情和一驱动的人，所以谁也抓到不宁，实在让你挣到挣钱，你所需要的挣到挣钱，看不出此真虚的东西，等精气神这个三个时日来要离不开古代的问题。听众口罩呢，我认为像古代的老乡遍地紫烟，我这个问题呢需要看时光。曹汉昌和他的学生来到了平江路朱马交桥，讲解了《岳传》书中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段英雄悲壮传说。你叫王，兄弟人叫娃娃，这应该是叫王。不然经过高如生之山进去，要从我们岳家进去，都是王夫人。王要把这三个辈记着，把他磨皮黑再白，那么今日杀他我王开会说这样怎么挨到地方老家一个居民是要真正的人是谁为了谁一个啥子呀找个成名的部里才就替你给一个尊位。曹汉昌与他的学生来到飞台学校，向下一代讲授岳传的历史。并不起作用，是个龙头上飞一条蛇杀，可上是个斗气作用。不是呢，你像一三好，第一好个不是个本身你的，第二呢也好你身上散后产个中年，第三呢也好你像个主人公莫非，因为我现在好自杀那个我就够回啊，最近我在学堂里向去一次，真有气味。就觉得虽然我非爱国之女了，但我们现在弘扬民族文化，是吧？振奋民族精神了，是没吃亏。所以最近我在小学里向、中学里向去一次，是学生是非常热情。家里你讲得清爽的，那么阿弥之教得了，身为叫父弟吹心，因为我非这个人，收了一个忠良。岳传曹汉昌演出本已于1986年出版与读者见面，去年曹先生还不顾年事已高来电视台专录了十回岳传选回王佐断臂，为评弹艺术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岳飞的故事英勇多壮，气壮山河。曹汉昌先生书艺精湛，书德高尚。曹汉昌和他的岳传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许多朋友成了岳传的热心观众，已成曹汉昌先生的知音。那么曹先生晚年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呢？曹先生说，我要把老师传给我的岳传代代相传，以了却我的心愿，让岳飞这个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刚才通过收看了这个专题啊，我们对曹汉昌先生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嗯，因为大家知道曹汉昌先生一生为长篇评话岳传是呕心沥血，这部书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那他最大的一书特点就是口齿清晰，口径足，书目明晰，层次分明。那其中时代余化龙就是曹汉昌先生代表作品之一。那么今天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这回书呢，是在1984年苏州评弹艺术节上的实况录像。那时候曹老先生已经有70多高龄了，嗯，那大家看到他那是精神抖擞，宝刀不老啊。对，那么大家欣赏屏幕呢，主要是欣赏你的色变，嗯，色搭变，其中包括各种人物的变化，它是各种人物的素材，嗯。那么大家为欣赏屏幕的变异呢，与大量开档搭子走廊浪向的颜色啊，嗯，还是十分吸引平台的欣赏者的。但是呢，让石宝余化龙搿个一位书当中啊，嗯，石宝先生那个变异说法，主要运用的是变的隧道，就正的搿位书的比例也有60%，嗯，运用变的隧道起到层次分明、意味丰富的作用，又容易刻画人物性格，烘托主题，起到了很好的眼光。那搿位书当中呢，你主要运用了开场时段、过去宋代、未来新式搿个几种说法。那么你主要来谈一谈过去宋代的说法。嗯，那石宝余化龙搿位书当中呢，主要讲的是宋代的抗金名将岳飞，搭子余化龙的杰作。嗯。这个两位将军可以讲是不分上下，棋逢敌手，但是岳飞呢，运用你的策棋达至心理战胜了对方，而余化龙藐视对方，从这个一点上想，以碎碎就把不了对手，双方是打得难分难解。而岳飞呢，你也打得余化龙心服口服，杀败余化龙，而作为一个评话演员，以五百、一百、两百个双方接触的过程，也五百重复的交代，岳飞是哪样子战胜余化龙的？实际上想，这个是一种心理面向的展开，包括运用过去宋代，还是一种心理活动的展开的变式。各种说法，只有让变异平台艺术的变异当中能够得到充分的运用。嗯，而让影视搭至其他舞台变异艺术当中呢，是很难展开的。嗯，这个也是平台艺术的特点之一。嗯，后面呢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石宝余化龙先生是如何让石宝余化龙搿位书当中运用变的说法的。嗯，我知道皮囊里向，香飘两黄的就追过，在两边人。但是我这个人才还不清的啊，龙门地府我不应该去说杀他，现在我的漂亮王无力争议，先要往上回压下夺不痛的，我是为这个时期不够的买这个王药，我这个不行，他是我挑出的王药，我有啥神气哦？但是为了报复，所以我是一日愤怒，枪飘两网。可是把他接着张方昌，你是少怪的一党之人，杀！我是这样子，既然立下地主，不就是我们应该心定而起？连双臂谁也翻一翻。但是当中一个人叫仲石。中日松到有赛抗金的志向，可开一口虎牙牙齿拉住赛抵起来，是一生鞠躬鞠爱我漂亮我一而百三直错啊，但是少会在武家里下来屈大人谁这样都是王耀身份要来得到你，你啥呢清少，你要想得寸少高举义江山，你要想不必松的把军帮去理论，最终将我的漂亮王夫人夫婿老高一功，
要龙门过宝，让我送饶你。那么办？张光强把你自家背背背，一个要杀，一个要做饶你。当初你一个人出来判个刑，少年刑官，你刑官哪个叫做屈人啊？将来我非分不定为私家的势力，哪里会得到我出来判个刑？现在民愤到我非要下来来判刑，还是起义我非正义来判刑？你来他行我也是他，你过来一个是张国昌当了神仙，一个隆重的有谁给个两个你们能够靠近能谁一生中的，所以你当中起来出有书你高罗是龙门八十将，从一个人要当起当家神光，他要我谁保住十个人离去死的，把不住十个人杀，十个当中再上一个良才举发。张光昌下面不一定要把十个武杀，提着我本事出来，这个幸亏了帮我个忙，杀得成功。中央有些拼劲，现在是高和尚子，漂亮王也必须拿这个人要下，都三个人人一道举人。为王都张青努一个人来买针，今天有啥有机会要杀做起，你我一生本一通人拔出来的人，那么你为一牺牲了，所以我是龙门拔出来的哥哥，从七个人当起当到空气讨厌为风光喜，这个第一个人来了，这可是东西龙门里向来的人，还是我王家龙门里向的西洋军的，我是定军一口，哦，这个人真正好的，带着口罩去这个人非常熟悉，等到进一口了，受不这样说，我拿地上口熟悉了，以来口口不这样说，因为你的体质人多。代表千个高子，你比的你就可以选择哪个功夫是上了跑，所以我非科技来的人很熟悉，实际上把你一时问我没科技之熟悉，等到全科技之十分人的分几个名，但可以我今天的我非要在努力想告一告，但在后来在英雄是马进来的人我一摸还能开始高山一路高一高，所谓相比江西进江湖的花心这是标准余化安路，你把这个三个师母我非得让你想打，哎呦打了几个人来的来了，小姐，你如果来师兄登记个名，但是连三个师拿个南京认得的是，俺是师兄身份大公平，今朝这个门就弟兄大，不大不大门不大包都不是个人，有点什么样的？祖师大用哪辈可是命名中的老师？哎呀，师兄啊！大概你不晓得我是来师弟，所以来进来。你晓得我是你父爱来的，帮我某个人很多。现在我是那个想法无地处，你找谁找那个来啊？口袋漂亮，往鼻子激光，龙门把七个五杀，可见我是气势英威，敢敌分子。当然这样的，是我的师弟，为啥子我师兄也够事的？事后陛下龙经理明崇师文公谁那个两师兄，但我们不师兄了，我非师弟，咋地西沙米高刀开他的身，师子来不许本人的为什么我再一个问题，你还问是哪一个人吗？但可以发现董事一切举止行为谁你那是个主意，还有个马名推得起来，
所以你自家今朝进龙门来，要问一问清桑，南少林宿舍，为啥个哪里？余火龙要问清桑哪里？余火龙却无犯法，代表高龙的气场不够。最高的人，大明宗旨，这个自家你都不认，一天这样不容易。他是真正有内涵的人，将来是不够。所以你就叫啥名字来问你的？老师说：“来分我们师弟兄，我到天下的菩萨搞一搞清楚，这个人的本吹的来了，但你们不关心，所以今天我非想这里是自家师兄余和龙，你问这个人是否师弟兄？那么哪道理？我非不得吃这里的师兄余和龙这个玩的我龙，当中一头是听我们到边边清楚。”我是一先生，听出来晓得很有名，天下名师最多。你一两个老师兄，一个涉世为贼，尽量中穷死的，去帮帮老师兄弟兄大的心意。但是要两个月，再得高级最高级的和谐的大道鱼馆，就是开标准。大道鱼馆可就老师你来，我认得去。门去了，你哪能得来？是老公的年纪当真，我和三子不随在，可是老身体空了，单独那个两师兄来洗洗，大家应该欢迎，累累了别人。不过是你来来容易找武器把控，加上我一个身子，叫以后我是高干干法，那调点身子才能呼吸，咋讲呢？老公是在这，这个身子各自一百，你哪有需要百？能呼吸，所以能预料好的方式，能吃这年岁里吃那个啥子，才是生命的。希望你辛苦一点，当然了，大家师弟兄弟，说我不说啥子，你鬼子三分钱的，你不说啥子不说，这个要说，能个身子。这个余火龙呢，应当叫追龙家表。你把追龙为师呢，打仗一队。追来了太多方了嘛，五百万发。说呢，余火龙四十三岁啊，表兄弟下有几穷啊？接下来真正的名师子弟了，这个本事他追龙去。一年下来了，这是余火龙的本事，把不香嘛？你这一年都给得我呢？我都孙子的本子都是一步在干出来的，我摸不出你两个嘴巴啊！过来师弟，你要为老夫人呢？拿你挨个出去砸也砸碎东西。过来师兄，我孙子哪个孙子啊？我随便哪个孙子？那么余和龙天天无情，地上呼吸个怪三门洞，孙子我随便哪个孙子？虽然是罪。红的内王就叫王明，可是在王明屋里下来夫妻了东乡，最终下不落。就跟那柯大爷夫妻家里东乡，我没看到过，你到处穷乡。傻子，你这来夫妻你一个不报，人家来的也害你，到靠不动的外衣，我要扎在菜树上。还有王明说，追了是骗其身。我给那个椅子啊叫王冠，这些都你听的。跟你一个人家姓汤叫汤冠，另一个人家姓张，一个椅子叫张青，三个人叫包子呀，你说。那么你三个人家谁同样椅子上的呀？不孙子啊，也跟王家有跟王家去，所以我去庆先生来干多三个这个事，不晓得三个谁都你听的，来个先生了。是看得着钱的钱的，银子看得到碎坏了。三不三个钱都看得着。王明去教育这个自家的儿子嘛，难逃欢喜的难来处儿子。当然不能羡慕，哪能夫妻那里差？我满意个。那么老板娘，你自家来不及啊？你先打招呼啊，那孟家你稍微当心，虽然是大爷。当下希望进去，干了三个三个都是，
三个山头大概里下一口一个孤壁来了，我也是看起来地道西藏老师不必防举我去看个地呢，智力加上心上王怪兽脱了一下拉根皮草，王正军老师的脚红不乱拉拉皮草，王老眼睛看黑了，口都举我来包心上，一口一把一模仿模仿，一口说出你模出你不能等等等，口里那么吃了一皮草，金老师呀，两脚脚啪一立起来。王冠和一起的矛盾登着了，呱七里用的挡不够，水深接通提出带骨白色皮狗胆子把他追上去扎在一方房，他会站起一口给个人来吃不光干弄起别人就坏他，金龙牙子磨力多，牙子看力多，干三个人一般人整个三个线路还有亲的，我当着安静可没啊，第一个宋德江山主有无人，早就正在捞起来挂了一起正在看了灯照了我看了我照了不留神都他走要比神的当中要神都他母亲的，你这样都是要变都是不好告了我们不开会，那你是跟他老告他娘告你要离都是不到这个人道对，到十五的心情要离五安，这样我们欣赏鸡嘎粉鸡嘎粉这不然上不的都是可不的李公夫啊，你都带领我感觉到这个学不像你要李公夫你不清楚是要咬牙不答应，今天给我们两心上肯干不听还是好的，不一定都是你倒一倒哪么一次不提新闻不提新闻，嘿你听到是三一个问题刚没听掌控的人话中国警察报的那个线路我的参谋我不自禁在你相克好像干你这三个人五个的人话给个线路离了听这个公路的口令都离了一年两年不至于的每年家在那个梯梯来的风不跟啊，居然是哪家事哎呀能往回是给这些人都刷你人生的没情模式生到穿的生到当部兵带着打着孤孤的女生的路往回是给这些人都信我叫我死他的人红石在他的遭到戏才疼得一把你奶娘告你我来一个娘叫鸭子哦哪么最大是好就行怎么样呢那么好那天才来上去整个口没拉屎干事我们今天口没干活没得屎干哪呢我口没干只能走起谁告诉你还听你还当了龙在德德立下来的书毛自律你不容易你敢问我跟累脸倒背跟他说一下话能谁笑不娘客我们不是提得了问一下可别那是干什么的本子我自己我自己跟老人家做当兵去李公子哦因为你啊身干的门给个三个人把你出去太远再大日里来家里我跟高山龙那么想想第三个线都好得很后果可是又好起来这没人单独两大起你都没来起哪么老师都去杀了一起要不可就要好就这样子啊可是也没来你得没了告我啥子你要脑袋听听从今朝脑袋之内欣赏真的没今朝上门你都是也是啥样是个好法没娘的读书啊没娘的理工夫啊啥我们来干这种实在呼吸的大鸭子上什么不像那个女子好啊人给跟我打命令为止作为一个人的义务谁听
的也无所谓，你的根本十三九的日子这样子刚进出去就来四十八岁，你信我别听我这个老我的一点事情我还把你揍走哪能我去报这个东西今日一步一日两次跟着他日时态我出去就来是跟出去到我一下来了收一身本子大兵兵谁回到那个火沙子虽然是呀，临终人话当我负责这第一次啊每天在火车上成根子都这样去做事将来啊哈哈叫我也不成不过没将来成长一个人没帮着要去下面那个老师兄我就是第二年当时小我师弟兄把你最靠谱到最后去这个像你母亲的我妈不理开心去啊母亲这个就是那么不难吃啊世上哪后面高级最高级的伙计一生不要做叫女伙计王我非在省里吃我告诉你就先他们那里打的两个那个本事哦什么功夫少不要兵器你看见没是你呀你一个等级上去我也当着别人可这边重视不我知道你已经干通了可这么的恶气家里面身为大将追到了冲锋的队杀敌人勉强这样子第二人也干了你是高不了不别是你要离开中的你母亲是这个农夫子不要夫妻当本人本人当农作为保身给你无敌口居然是做下里下开始表扬但是你只当上老下你的人这里哪样是当法哪样是听法所以我非能去表能当表但是我非充分用口有些人居然是公司的是他为何才是我非用但是我非我老师兄三个事啊已经知道了真叫是一枪一大把的哪能我非下面哪能吧我们来一二句师兄你谁是娘娘娘本人进来能当我学的人马上退出去你老师说来能娘娘没人知道你这肯定是说来的痛我只可以恭敬的讲大师兄小你北京大师兄到了小你天庙啊冯明白是讲将功比赛可能坑你大师兄谁是太聪明但是要你百度说的谋生再请师兄到来是要你顶家顶靠冯浪师兄如何大家啊我今天最努力当出去努力当出去才有我没想到大师兄我得了五足得了风景你我可以分你们有山虚的东西时光不早放马都拉去哎呀我非就可以下课不得这样告我去他要要我去他要用这么点心理眼吧可他只商量不同我这人东西大得了是说而且东西当的今朝对付起要去拿出去所以我出去找距离今朝必定要被拿出去我如何能拿下你已经跳了我到这个当够十个人我是三个来自领导的人我给个人来的什么告诉你不能去问你多所以你话比你不是个人不能这样压死你我是出来当代今朝是十个人了但是一年两里的一年三十七个历史高一件累积的要累于我来说这寻找一双硬脑子去发生所以我已经看今朝不要咱们母子吧两个的东西吧两个人当三十个家里到那嘛我是几个老婆如何能在哪弄就连是出不出去的老人夫那么长那么
枪法跌落的，看上去我外个的李三万，另外个我不叫他外，要是不想高尚，还偏当的，是人本事才够至少，哎呀，不能好盈利啊！你呀，我做对做别，你欣赏不为，哎，那表哥，这个自家的地是大用的啊，今朝五百台吧，这还缺一个字。还有于火龙当边说的，你两种当法，一种呢用戏里向枪布阵，枪火推开，这招边出来，往这枪过了一火，本人告到你外部翻枪，站在你当一边，这招边了枪火当中出来，这个边枪火。今朝你当，你晓得我是不为当边，就你非当你的，他高上一高，这招去了。跟着第一步他只不懂，他懂我你看得出我来往往往没日外你想一大别到戏里那是一些别是不坏的坏的别比较难当别的你看这个两块用皮革的有的你娘是一个啪一直都标起来出个去比公司一个枪两块你脸上一块的余地来在四十分当中嗡所以他身体一震有声照标一个生命对峙啪一标我不知道我跟他一边科技照标哪忘了光芒中喉咙去了这个脸色的余喉咙你可取一下那么给一边要的我非至于死你啊这样的心要让你水烧让你看出去可水烧拿去打给他我给他回家死过你现在对我是一辈子的爱上了那来让东阿福要拼的呀我跟你娘当那个人我跟你娘当那个人这样这边少一点吃醋我委屈出来翻墙跟着来出去你问我所以他跟你不要出去你哭了我一口气飙来，我来一了，都是爹娘，谁要是最危险，这不然要两个人说客气啊。恭喜空气飙到荒，身体一震，娘飙当个门，记住了，要当个。三个字离子，往飙屁股落下，打，这个三个字离啥里头来？打一步老裤子飙到雨里，一身呀，三个字离老。是李向黑上，好呀，好那个他别当着菜，人类你是李黑阿娘，你脑子不要关，也住在了时光中，更标志是否？以后我再一个两套，还会两批十批，咋的？你问个呀？你吃上我几不为这边？你想见得发一枪，你并不出气，所以你个娘太贪。白虎登天，哎，这长活了，某某，一直不能给某拐出去，腰身。大天，我飞向蓝师兄，今朝的白天子，大师兄，赶快，压力要不他不要毛里动天了，拉一点，赶上不要雷，一口喷到，腰身高枪不见。来不及，给一特别不及一个动作，赶上不要毛里动天了，嚓！说到一边了，痛日语，阿奶外面边往边匆匆，自个吃边，看我背上下忙着熬进去，我方一口气对不起，大师兄，小弟失去脑袋，上称请担待，忙着熬进去，回到去，复明小王玉火龙的三师兄。好，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赏析播放到这里了。下周同样时间，我们将为您推出的是第七期名家名篇赏析，请大家收看弹词名家姚英明先生的专辑。对，好，我是马玉，这位，再见。